上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员工不懂事而已。员工不懂事还不好办，谁敢忤逆老板就把他开除了咯。哎，朋友给我空运来了一批茅台，我挑了两瓶年份好的，晚上你们试一试。下次吧，我下午还要开会。威廉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通知下去，下午的会议取消。胜负有，又是他。